啊，这还好吗？你等我，你帮我检查一下。入了。那我先不，谁先坐都很危险。我先坐。缆车哦。好。
也蛮陡的、欸。啊？嗯。啊？因为它是小碎冰的感觉，它也不是雪、欸。
等一下，啊？哦，对不对？就重复练。好。
面这样穿起来，这里也没什么，没什么侧面的速度。好，好，我们来计算我们会滑几回，两回了。嗯，还记得哦。中华现在算好像已经算了。那还要整段看吗？看吗？哇，小朋友。他叫他不要跑，他帮忙，你要不要跑？怎么了？他拿着那个走，拿着那个走，拿着什么走？他就拿着他的第一个往下，他想干。哦，可以了。之前等学班走啊。啊
上げて降りる準備をしてください。交差位置で交差では立ち止まらず速やかに前日のように。那边比较好。比较低，我刚刚没有想太多，我刚刚是觉得这边人很多，我就去排那边。我们可能会练个几十趟哎、欸，会练个几十趟哎、欸，会练个几十趟。我觉得我塑料袋带的不够，我觉得我塑料袋带的不够，我觉得连裤子都会湿。哎，裤子也没关系哦，我们会把裤子穿回去哦，那没事，那还好。你刚好看到吃的东西吗？饿吗？
怎样？就是还是会动作乱七八糟。那表示你上半部还在看。现在觉得人又更少一些些，所以你可以用宽一点点。然后你还是做重心脚练习。嗯。那只脚放低的那个棒棒，外脚放低，大概做了三四次吧。嗯。我是说三四趟吧。好。对啊。Snowball 下去了。那个练，他怎么要过去了？下了吗？那你帮我看一下哦。然后还是会站错脚啊，膝盖跟大腿力气，膝盖跟大腿力气有没有用到？不会费力啊。这样是五趟了耶，滑了五趟了，这是要滑第六趟。可以休息喝水之类的。还好吧。发热，我的眼镜挂在脖子上，想说也可以，好，大家有休息的时候可以去把它拿掉，放进你的箱子。真的吗？没有吧。
要先走吗？啊？不用跟同一条线，有点难走。等我一下。只要落一段距离。我不是，我是说，要少，可能吃药闹钟。啊，少。等我一下。那这一波就是喝水。惨的惨。当然不是按不住了，都是水。怎么办？怎么办？你有卫生纸在口袋吗？应该也没有。没有。哇，拿衣服撑。太湿了。你有拍照吗？顺便拿了就拍一下好了。没有。能看姐有说什么吗？这种曲度，下面看不到上面，上面看不到下面。吃药对不对？还好，没关系。那个吃药，我现在没有照时间吃，只是闹钟继续叫而已。好，你要我跟你呀？好啊。好，跟你。你都不用喘了。喘什么？我现在就想说不要喘。缠我很紧张，我怕扭到手啊之类的，所以不要缠，抓住就好了。真的。这样算小转吗？好，旁边有 snowball、哦。
喷出来，喷出来，他在喷，喷出来，喷喷喷喷喷。八趟，
换你跟我吗？啊，换你跟我吗？换回去都没有我在前面。那个，啊，我们现在进行一次，我在上面往下录，你 OK 吗？上面往下，你的 pose OK 吗？为什么意思？不 OK 啊？不 OK。怎样？我先录一次给你。我在上面你就滑下去，我一直录到最后，最后，最后。不要啦，这样才可以。那你在下面录，你自己也说要是正面。没关系，我录背后也可以。我要正面。你要正面。嗯。好，那我先下去。那你就往后看。这边比较空哎。一半就好，不用太下面。花乱七八糟哎、欸！啊？啊？没有没有，前面很平啊。真的吗？有一点点。而且这边缆车为什么停了啊？停了，没有，有人坐在上面，在停的。好，待会换我就到这里帮你录。好，那我赶快去坐缆车。没有人出来，你不觉得吗？那边不好，那边要爬坡才能上去。
什么什么？哦，嗯。哦，哦，那你的我原本买的还是要给你收钱、啊？没有，因为我刚刚我这个跟白色的，那就对啊。整套配在一起啊，那上次我就还是要表达，那是因为我这个蓝色的鞋，然后也没有。嗯。帮我拍照。很矮，那你比我高。哎，有雪，有山吗？可以吗？好。啊，耶！我去哈。很多人呢，
变空分啊，对啊，怎么了？你要去下面看吗？啊，去下面看。好啊，好像很惨，四四六的车辆。我刚才觉得就是六很不好，被拍会紧张啊。哎，但是我刚接触应该还是有点尴尬。手套一起挂好。很不错。咖喱饭。很快就可以休息。只差没有一个人在旁边念念念。走吧，你。就2:44。就是滑。我们到5:20。滑滑了快一个小时。对啊。因为很多趟哎、欸，对啊，好，看我的，你看，我头怎么抬那么高、啊？是不是？这样好像走，有好糊哦，糊的、啊，你看不见吗？对，我看不见，我脸是糊的、欸，没有对到焦，是不是？因为亮度不够、嗯，那等一下再重拍，还好了，还好，这是糊的，这我在，因为正在动。再动我就连拍这样，这是第二次拍有下面，第一次拍没下面，所以是第二次拍的第一张比较好。是啊。那我来打一张好了，打这张。看起来好胖。我是说腰身很大，我说看起来很短是这个意思。哪一张好？这有胡吗？好，毕业的。脸好像是糊的，脸是糊的。刚在动，这个好了。这个叶的前一张。
松越宫，是吗？他反应很慢。我不知道哪个勒太紧，脚有点痛。对，好像这个脚勒太紧。要把它关掉啦！我的没关系了。我的把它关掉啦，帮我把它关掉。它哔哔哔。